大受欢迎的游戏节目《都姐有问题》，今天就邀请到新剧《杀手》的四位主要演员黎耀祥、陈豪、李佳森和龚嘉欣做嘉宾。见祥仔和 Katie 非常合拍，他们就说因为在新剧中两人一起拍住想做杀手，所以少些合拍程度都不得。我哋兩個都好多對打嘅戲啊、文戲啊，咁其實我哋兩個成日黐住嘅，因為我哋兩個係同一間殺手公司嘅，即係同事嚟嘅其實。佢一拍嗰時候係咪話即係都有啲傷嘅，即係整親大家。佢傷得最緊要喎，佢傷得好緊要。係點樣咧？啲手指尾又俾人劈斷咗條筋啊，咁又只腳又踢落人哋個槍嘴，又要連針啊，係啊，即係啲瘀啊嗰啲就即係不計其數嘅啫。我諗你應該冇一邊度未整親過。跟住又要睇醫生，因為成日都滾落個地下度咧，咁你後邊成個背脊其實傷曬，因為冇得墊劈啊嘛。但係又過咗又覺得 O K 咯。我諗睇翻你應該幾有滿足感嘅，你從來未試過咁多動作。係啊，但當下你會唔記得咗個痛咯，係啊，係覺得痛，但係你又唔覺得係啲咩一回事。我就係覺得我作為一個演員，即係我可以喺我呢個演員呢段時間，可以遇到一個咁好嘅角色，仲有咁多資源去俾我去做去拍嘅時候，即係你唔會諗咁多，你真係會搏到盡咁樣咯。係啊，即係當然梗係希望即係出到嚟嘅反應好，大家又中意，我覺得呢一個 bonus 咯。自認係節目忠實粉絲嘅祥仔，呢次為咗贏遊戲，事前都做足功課，研究致勝秘技添。而實際落場玩，佢仲遇到同自己有關嘅問題噃。我有睇嘅，我晚晚捧場嘅，好精彩嘅呢個節目。咁啱答到條有條問題，其中就係講到話唱歌周柏通呢一個題目啊，係咪都睇翻自己好多片啊？少少啦，因為個問題係問阿秦王，佢係咪演得最多？咁我就計嗰條數，其實我都演好多嘅，我喺 TVB。係咯，我做周柏通，原來計落我真係多過佢。多過一次添。原來你有個咁嘅名銜喎，最多就係。係啊，原來我演最多嘅周柏通。仲有咩另外啲角色你係最多嘅？咁又唔會，因為周柏通係小説人物啊。咁變咗，因為公司有陣時又會重拍啦，即係《射雕》《神雕》呢啲名著咁，成日都會翻拍。咁你話其他角色就好少翻拍嘅，咁所以即係都好難遇到咁嘅情況。但係你會話呢玩呢個遊戲裡面都有啲難度啊？係啊，因為啲片嗰陣時候，我應該真係得三四歲嘅時候，係啊，交唱歌。可能未出世啊你。有三四歲咯，係，但係幾得意嘅，我覺得即係你可以睇翻以前咁多經典。另一邊雙阿毛同阿 Lee 雖然事前就冇睇經典劇集同埋節目當温書，但係佢哋就獲都姐買大包送貼士啦。頭先最後尾咧，我見到阿都姐係幫咗你哋好大嘅忙喎。係啊，全靠我望住佢嘅眼神咋。都姐好少咁樣嘅，好似。係啊。咁啊係，即係我都係。錫我哋嘅。會唔會話其實呢個遊戲裡面都有少少難度咧？對你兩個嚟講，冇難度喎，睇時嚇。太 easy 係咪啊？係啦，佢每次都係咁講嘅，冇難度。但每次咧，佢啲答案全部都係錯嘅。咁我同思君咧就決定要揀佢嘅相反。我世界，我答案係正確。係啊，你真係大奸角，做咩你演緊奸角咩？最近咁嘅樣嘅。我出唔嚟。阿 Lee 唔單止演技好，仲係才女嚟噶。最近推出處女散文集，阿 Lee 話新書除咗睇到佢嘅內心世界之外，仲有好多靚相睇噃。第一次做作家係咪應該都作家係咪犀利咧？我只係即係盡可能你出咗本書啦，又未去到作家嘅級數嘅。寫劇本，但係裡面會話即係除咗自己啲文字之外，仲有啲咩俾我哋睇咁？哦，有啊，有我都有有影一輯相嘅，原本有諗過唔影，但係都知道應該會想睇到我啲靚相嘅，所以都影一輯相，同埋都有一啲係我影嘅相咯，都會喺裏邊嘅。No， 唔係寫真集，諗乜嘢？係感性，係感性，係啦，唔係性感。